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哪国人？你的序号是多少？好，现在开始第一到十五题。每题你会听到一个句子，请在低声后重复这个句子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明天星期五。二，我们现在去商店。三，他不是老师。四，我妈妈的眼睛很大。五，这儿有一个苹果。六，弟弟今年三岁。七，那只鸟是黄色的。八，我比他小。九，请坐，请喝茶。十，他来得很早。十一，把那本书给我，谢谢。十二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十三，他很喜欢运动。
十四。杯子在桌子上面。十五。要下雨了。好，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每题你会听到一个问题，请在低声后回答这个问题。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，你爱吃鱼吗？十七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十八，你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十九，你们家谁的个子最高？二十，晚上你几点睡觉？好，现在开始准备第二十一到二十五题，可以在试卷上写提纲，准备时间为七分钟。准备时间结束，现在开始回答第二十一题。第二十一题结束，现在开始回答第二十二题。第二十二题结束，现在开始回答第二十三题。
第23题结束。现在开始回答第24题。第24题结束。现在开始回答第25题。好，考试现在结束，谢谢你。